这种。嗯，太香了。连肉带筋的，选购。一会儿再擦脸啊，先吃完，太香了。哇，这个筋特别多。咚咚咚的。又不给你吃你，你护什么神？再漱口粉儿，粉粉好软滑，哎呀，啊，煮了好久。有汤有辣，还缺了点麻，再来点麻的话就是麻辣烫了。不好笑吗？冷笑话。
脑花，里面还都是白白的。这个是臭豆腐的火鸡面。好臭啊，煮完之后满个屋，整个屋子全都是臭豆腐的臭味，真过瘾啊。我自己加了那个，我自己又加了一份火鸡面酱，因为臭豆腐的口味儿就是那种微辣的，它不是说特别辣的那种，总是感觉吃的不太过瘾。哇，哦，还是有点辣的啊。